频道是合家观赏。我很期待，真的。这次要跳到是雨跟风，然后还有那个可以一棒击成的。你看我的鼻孔是三角形。你看我鼻孔太小，我鼻孔是。你根本没鼻孔，找到异于常人的小。真的，有整个鼻孔都小，我还可以撑大。撑大怎么着？你就用力吸气的时候，会不小心把鼻翼吸起来，然后没办法呼吸到空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姑娘放肆。我是谁？我是 Yuki， 我是 Mina， 我是老板。今天我们来到洲际棒球场，来干嘛呢？是来一年没有。的经典盛事明星赛，来上道具扔，我会就像偷拍一样一直在旁边，这不应该不是这种角度。Oh my god！ 刚刚这样剪片的会很开心的，对对对，不是这种，不是这种，哎，不是这种，对，可以，这种就是会打奖，给大家一些可能不是观众席的视角。没有，可能是这种啊，这种你们平常也没有吧，对吧？会说这种啊，这种啊。好的，那我们等一下场内见喽。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这是明星赛比赛羽毛球。然后因为兄弟原本就有第一个休息室，所以我们这边是四对的女孩在一起。九妹，这我画的，不可能你对着镜头画吧？来啊来啊，这么好看，没有，等一下，但现在不行，因为我的小可爱被借走，现在没有小可爱本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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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好了，付费解锁。那你紧张吗？这一次吗？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紧张，但是我这一次有些舞根本没有进。没关系。是我们的三岁娘。我现在18岁。我真的是很不想防你。来参加明星赛有什么感觉？第一次哈，很紧张，第一次都会特别紧张，但又特别期待。哎，你这个笑。不是，我们频道是合家观赏。我们频道是合家观赏，我很期待，真的。这次要跳到是雨跟风，然后还有那个可以一棒击成的。这剪片的要不要付我钱？我就问，我觉得要付我钱吧。听说外面正在打雷下雨。球赛还没开始就吓人这样，然后现在工作人员都在等，然后观众也在等，我都已经睡了两轮起来，脸上都快有那个毛巾的印子。该不会我们第一天就要这样收场？哎，我们的嘉宾，该不会是他害的吧？贝多养，贝多养，贝多养，一来就下雨，知道吗？因为这也是洲际，香香的。这是什么意思？那你们的制服都不穿好？现在比较open 一点啦。哎，那如果联赛是到礼拜一啊？如果明天也联赛呢？就礼拜一全部把这两天的赛事浓缩这样。哎，你们频道主持人吗？你们是频道主持人，该不会就我篡位了耶？拜拜！我都有人来追我。等一下，我在 emo。你知道 emo 的时候送你一根拐杖，你会变成什么吗？你就会变。没有错，你好聪明哦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多了一根拐杖。E L M O Elmo。我还是继续 emo。好，那我们来讲讲对于明星赛第一天遇到滂沱大雨有什么想说的？我就是其实在逃避中啦，我觉得他就是会打啊，现在这样子下
就不会打了吧。好的，谢谢。我先拔牙套。哎呀，好臭哦！我没有蛀牙，他看起来好像皮肤很好，其实是真的还 OK 啦。你看我的鼻孔是三角形。你根本鼻孔太小，我鼻孔是……你根本没鼻孔，小到异于常人的小。真的，我整个鼻孔很小，我还可以撑大，撑大两个。你就用力吸气的时候，会不小心把鼻翼吸起来，然后没办法呼吸到空气。来访问一下，你有去看芭比吗？哦，我其实也是懂芭比。谢谢，来，我们访问到下一个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Uni Girls。现在呢，我们位于洲际棒球场。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呢？因为我们要。参加明星，这个好像要把你嘴巴打开的那种东西哦。来检查牙齿，啊，要重新整一次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Uni Girls， 我们现在位于洲际棒球场的休息室里面。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呢？来，瑞斯，因为我们要来。这个很像。你帮我逼掉，因为我想骂脏话。Hello， 我觉得真的没有一个可以用哎。说解除了路上警报，但是大雨还是全部都落下，我们也就让这大雨全。想唱歌不敢出去，因为这音太高了。你们等一下拿到的那个 GoPro 里面的内容，可能都是就是不能用的。还是废的。88.5。我花多少钱？如果等一下呢 ，Endo 回来说可能延在的话，这可能就是我们这支影片的结尾。啥也没让你们拍到，哎，啥也没有看到，应该是要帮你们记录吧？你们两个在这里耗了一整天。我们希望我们现在讲的这些不会成为这支影片的结尾吧？但因为我们现在真的也不知道状况，就觉得球迷很辛苦，因为他们现在还在外面，然后跟我们一起这样等一整天。我们还有休息室可以休息，大家真的是辛苦了，爱大家。就是姑娘放肆，好不好？等一下还有片段哦。我那天健康步道摔下去后 ，OK。我还不晓得手掌 OK， 撑的时候没事了吧？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其实我觉得丝袜套头我不怕，但先刘海我会怕。